刚安顿好啊，这天都黑了。嗯，现在去溜溜古玩城，不知道有没有开门的，转转去。这黑漆麻屋的人没有人，但保不齐呢，他就有开门的。啊，不，最右边那把，还有最左边这把。这把。哎，对，这两把看一下。这没盖儿。哎，没盖儿了。虎身的完了。葡萄做的挺。这什么？咸丰玉制，这壶有点款有点太厉害了，这有一种明代的感觉。这多少钱？1800吧。1800，有盖了两年了，也没配上盖。没配上盖，那把壶我看看呗。这个啊，明儿有地摊吗？这个就是几十年，可能有吧。可能有，就在咱那边是吧？这是明日魏启厚。魏启厚是谁？几十年的壶我不认识。这壶做的精神，也没盖，也没盖。我的妈呀！好吧，这没盖子，你两年没配上，那我也配不上。嘿，这个款太吓人啊！但是这壶老了。咸丰御制，这壶做的还挺精神。这泡普洱茶没了，盖口大。来点吧，大哥。这换了是1400吧？你给1500。你要我先好好看一下这把壶啊！就我怎么觉得？真是传世的啊，应该是传世的。我怕这白的这里边是泥啊。我是怎么买的？怎么卖？您没洗的，这东西洗洗漂亮是吧？啊，你洗了以后啊。这把壶漂亮。很古拙，非常的古拙，做的也好，这筋骨也好，起线也起得很硬，就是没盖。哎，大哥，我买了呀，给2000没卖，为什么呢？我想配个盖儿，是这个意思。您别介，您这配不上了再卖吗？又那个啥，我实实际在这说，配有什么用？便宜的，1400吧，这不能再少了啊，真不能再少了。1400是个啥数啊？我天哪，一分钱不挣，不挣就赔了。这一眼光，这壶漂亮，费用得好几万呢。这个款也牛逼，咸丰御制，我的个妈！就托款吧。对，托款。我给你饶100行吗？1300。你不能赔了。哎呀，我咱还有费用呢，倒是行。是我出席他们，饶100块钱呗，饶100块钱呗，给个面儿，我就要了。咱大晚上的，这不是先开个账，大吉大利。兄弟，少兄弟，这没办法。这么葛吗，哥哥？100块钱。不是，暂时挂上本呢，是吧？哎呀，您别这样，我还得配盖去。你说到哪里，3000也买不着。那是买不着。对不起，不能买着了。就必须1400。啊，行，买上，先拍一张。为什么这么舍得卖呢？我知道我的年龄。您实在是配不上盖了。实在是配不上盖了，我来吧，那我先买啊。这把壶非常便宜的。这个壶很木骨，它这个造型都是明末清初那种造型。小纸壶配上盖，这把壶特别漂亮，但是得洗干净，脏不拉的。不烫啊，见好就收，手机也没电了。买了2把壶啊，一会儿回酒店跟大家把这个壶分享一下，2把都很喜欢。